喂，妈，咋了？这么晚还没睡呢？马上就睡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去年十一的时候回来，把风衣落在家里了。我说要不要给你寄过去？这两天正好穿上啊。哎呦，不用操心了。我跟你说，北京不比东北啊，没那么冷。再说我也有厚衣服啊。哎，我听着你这嗓子怎么了？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？加班呢，干活呢。啊？你还没忙完呢。没事，一会儿就干完了啊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啊，你赶紧抓紧时间忙活完了，赶紧早点回家啊。哦，对了，你待会儿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打个正规的出租车，别为了省那两个钱，你就拼车，千万别拼车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你这打电话干不完了啊。那个啥，你早点睡啊。嗯，挂了挂了挂了。